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人生的歌，来，咱今天是要来将诗篇的34篇的下半段吼，要来讲个煞吼。因为这个34篇是咧讲代表伊一生中间吼，一旦讲最唔愿意提起的一段啦。不过嘛，不一定啦，讲不定代表人，你讲伊一生吼最值得夸口的，顶多是这段咧。可能不一定是打倒巨人哥利亚迄段吼，太过灿烂去啊，吼，太过辉煌啊，迄段大家拢知。可能伊若想要讲，伊会做想要讲的是另外一段嘛，不一定啦吼。后来，咱要来讲代表，伊就是在亚比米勒吼，在阿比米勒这个王的面头前呢，假笑，因为阵咧刀片扫落的堆杀，本来要去刀口这个王，后来感觉无可靠，会去出卖，怎假笑保一条命？所以伊就深深体会到。体会到讲，世间人拢未可及，在最孤单、最无助的时阵，只有上帝是伊最大的依靠。所以在第八节吼，34篇的第八节甲22节，伊就开始来阿罗上帝啊，吼，伊就开始咧，这叫做拯救的诗，吼，头先是安慰，我痛苦中，哦，虽然安尼，但是上帝有缘拯救我，哦，我要来阿罗，我要来称颂，因为又得到安慰。但是后边咧讲拯救，讲哇，你讲都算是狮啊啦吼，一只少年狮啊，伊嘛有食袂饱的时阵呢，哦，都算个狮啊当少年，伊嘛唔是每一摆出去一定拢掠着兔啊，一定拢有物件通食呢，哦，迄狮啊唔是讲啊巴肚枵，去树仔顶挽一粒苹果起来食，唔是安尼哦，狮啊是有咧食饱的吼，狮啊唔是讲啊边啊草啊咱薄薄咧，狮啊唔是牛吼。狮要食肉，但是敢有影逐摆出去，去咧拍拉的时阵，敢一定拢掠着鸡啊？敢一定拢掠着只个伊要食的只个肉？无一定。所以代表就讲啊，代表讲，就算是少年狮啊，伊嘛也阁有食无物件、巴肚枵的时阵，嘛是啊，伫遐里吹，一直吹，一直吹，嘛是枵死呢，嘛是饿死，毋是病呢？哦，伊讲，但是我靠腰花。一项好处也无欠少，啊！你也知影，代表这个人，伊过去的背景，伊是牧羊的人，所以伫野外，伊非常知影狮的厉害。吼、哦，伊也捌甲狮啊吃饼，要保护伊的羊嘛，因为狮来吃伊的羊哦，伊捌甲护照去，我这个介好大，所以可见代表这个人，伊个对这个巨人高利亚也拢唔惊。你知影这个人足好大，你知影这个人是足勇敢的，你知影这个人有影有迄个野性吼。这个人啊，自少年时代天不怕地不怕迄款的个性的人，但是到今仔日，竟然伫一个外邦的王的面头前，迄巨人遮大差，伊都唔惊伊啊！伫一个外邦的王的面头前，爱来装笑，迄是何等的委屈！但是代表讲，我体会到啊，哦，以前是靠我的力，以前是靠我弹弓真敖弹，以前是讲什么人来我拢唔惊啊，即马唔是啊，代表的心情。透过这个过程中间，上帝无让伊足顺利做王。这个过程中间，你会发现大卫的个性。在伊的作品中间，你来读伊的心情，你会读到讲大卫王的个性在转变，有在转变。什么原因让伊的转变？挫折、困难，让伊体会讲，唔是讲真正双手万能的。我有法度在战场，敢用一粒石头尔，就解决我的敌人啊！安尼我有啥物做袂到诶？是毋是？照你讲，我即摆已经功夫已经是达到炉火纯青诶地步啊！但是毋是？伊诶迄粒石头，我都解决敌人。但是等伊班师回朝，等去甲朝廷了后，等只妇女朋友咧唱吼，哦，扫罗杀死千千啊，千千哈，千千哦，啊，大卫杀死万万，等只全国诶朋友，因为伊杀死巨人哥利亚了，全民对伊咧拥戴诶时阵。伊却开始惊起来，因为伊知影讲，伊后壁有一双目睭在甲看，扫罗，迄、那个嫉妒、嫉妒，迄足可怕。所以伊当用一粒石头解决巨人哥利亚，伊却解决不了迄个君王对伊迄个嫉妒。伊也解决不了伊甲君王的囝是好朋友，约拿单哦，是好朋友，但是老爸却是顽强人。囝是好朋友，唔盲讲两个人会当友情做伙卖分开，两个人真默契，但是无法度，煞都爱来拆分开。迄、那个友情无法度通继续，伊感觉迄种无奈，
伊感受到啊，迄毋是用迄粒石头啊就会当解决嘞。伊袂当共款用迄粒石头啊，甲扫落往拍死问题就解决，迄毋是安尼解决嘞。世间有足济问题，毋是用咱胜利的经验都会当来甲 copy 的。这点代表深深感受到啊，伊感受到做人不简单。那每一摆任何代志拢用迄粒石头解决，安尼敢毋是真好嘞？但是都无法度，都无法度哦。足济问题唔是迄粒石头通解决的啦。大伯深深感受到了，伊人生开始了另外一个阶段咯。爱用伊的心来生活，所以伊就体会，虽然迄屎啊，这样要用，其实伊是咧讲伊家己。哦，伊咧讲迄屎啊，这样用，伊就描写伊的心境。我想大伯来当来选啦吼，你们选一个动物代表，我想伊可能会选屎啊。伊个性是不了性，吼、哦、君王君王，但是讲，就算我的能力亲像狮啊，我嘛有准巴多枵，我嘛有我做袂到的代志啊。但是，我靠上帝的人，哇，一项也无欠亏。一个人我靠家己的时阵，都还佫会欠哦。但是你若来靠上帝，拢总无欠，亲爱朋友。你若要来信基督教，你这点你一定要学样，一定要学样，你一定要学习，专心我靠上帝，唔好靠咱家己，唔好靠咱的教，咱的教实在真有限。啊，但是无法度，咱就是靠家己，咱人天性，咱真爱靠家己。所以咱信徒就是咧操练啦、磨练啦，上帝用一个环境吼，偷偷甲咱突安尼啦，偷偷甲咱改，让你有自己的。家己心甘情愿讲好啦，上帝，我不爱去靠我家己啦。哦，足忝的，我靠你好啊。代表就是一种心情。34篇里面就是一种心情，深深的体会。哦，上帝，我本来就是做王，真简单。我只要把巨人哥利亚打倒，我就是王啊。我明仔载才艰苦啦，我明仔载才复杂啦，我明仔载才困难啦。哎呦，唔知，哦，唔知。伊无想到代志，唔是伊所想的。这样也简单。哦、所以我想，这个整个过程中间，你若在读大卫的诗，你若看大卫所写的吼，迄、哦那个心情，你会体会。哦，体会讲一个人心灵的成长，迄、那个是真困难，迄、那个是要经过真侪目屎，经过真侪无奈。咱嘛唔知为什么爱安尼，但是就是实实在在就是爱安尼，就是会发生种代志。哦，在足无奈的中间，慢慢，伊会愈来愈谦卑。慢慢，伊代志吼，愈来愈看会清啦，啊！所以呢，在34篇的下半段第8到22节，就咧描写上帝迄种个真伟大的拯救，吼、哦。虽然我靠家己，我实在是无法度，但是我来我靠上帝时，体会到吼、哦，哇！上帝真正有厉害，上帝真正有伟大。所以经过迄个过程了后，代表慢慢，伊也无搁再计较讲伊别人。伊伫别人的这个心目中是大概拍几分，伊感觉迄拢足无聊呀啦，看开去啊，无搁再计较啊。哦，以前代表是一个足注意别人对伊看法的人啊，因为少年囡仔拢嘛是安尼啊。哦，少年时代伊先有这样英勇的表现，因为伊爱出头啊。哦，伊唔忙讲伊替上帝当来将这敌情拍倒啊。但是即卖代表的个性吼、哦，有真大一个转变啊。所以咱人生中间有当啊，你也拿回头看咱少年时代，你也感觉讲，咱即马个性改情嘛差足济个吼。我家己嘛感觉，我的个性改情嘛是足无共款个呀吼。迄、哦、毋是讲好歹个问题，迄是一种生命转变个过程。每一个阶段，迄拢是我，吼、哦、合起来嘛是我，分开嘛是我。你袂当讲过去个我毋是我，吼、哦、昨日个我毋是我，今日我才是我，安尼袂使。你袂当否定家己以前所做个代志。袂当我以前我做的代志，迄毋是我做的啦，即摆我才是我啦，迄、那个上水的上成功的才是我啦，安尼袂使。所以代表必须要来包括伊过去，伊即所有坎坷的过程，迄拢总是伊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所以有足深的一个体会，吼、哦，体会讲咱人爱靠上帝，体会讲咱人家己实在无啥物通好夸口。所以经过这种过程，莫怪诗篇内面有足侪作品，拢代表写嘛。哦，拢代表写，因为有体会啊，因为伊人生的经验呢真丰富。若无这么丰富的人生经验，代表也无可能当写出这么侪诗篇来啦。伊也无可能去收集这么侪诗，
然后呢来表达伊甲上帝之间迄种个关系。所以咱也卖怨叹讲上帝那像温准吼，那也拢无好天，有当时爱落雨；神啊无顺境，有当时爱逆境，咱拢爱顺服。咱也爱来感谢，因为经过逆境了，咱才会忍耐吼。啊，慢慢忍耐了，咱规个生命才会真正的一个改变。所以讲到上帝的拯救，伊用真济文字来描写，描写上帝的拯救何等奇妙，描写上帝的拯救是充满了能力。所以在大卫的心目中，上帝比伊所看过这野兽，比所看过这个动物，所有这有能力的，拢上帝的能力拢赢过因。那要比紧，上帝比因较紧；那要比勇壮强壮，上帝比因更加强壮。所以这是一个体会，吼、哦。这个跟他想讲，我以前捌听过你，我即马亲目睭看到你。以前我是跟他想讲，上帝应该是安怎？经过我的人生经验了，我体会讲，哦，上帝的确有影，吼、哦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拢爱亲自来体会。哦、所以我也期待邀请咱所有观众朋友吼，信仰这个物件吼，你一定要有体会。如果连代表这款人，上帝这么舒服的人，伊就安尼用足济亲自的经验来体会上帝吼、哦，我看你我也同款啦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在破病，还是说你现在有欠钱，还是说你现在刚好前途无清无楚，反正你现在失业淡出的，还是说你现在可能心肝很郁卒，因为你对这个整个社会的现象你看到实在是心头很严重，你这经过这些苦楚的时候你都不要怨叹，因为我们所经过这一切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进前一步，更加进步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体会上帝，不过要用心。代表的优点就是真用心，用心生活，亲像囡仔一般用心生活。一个囡仔成长空间上界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伊用心，因为伊凊彩学一个物件，伊把每一个物件拢当作新的经验。伊袂讲这个我会了，那个我会了。伊若讲啊，这个我会晓，伊就无想要学啊。失去了迄个赤子之心了，咱人都开始停顿啦，这上悲哀啦。哦，像咱即摆人四十岁人、五十岁人，你若讲啊，我老啊啦，这就上较悲哀，咱的心已经停止啊。你都要像囡仔。将咱过去的经验倒空，哦，一个空的杯啊，才会当填心的稳定。你也像一个囡仔同款，一切拢是新鲜的，重新学习，用一个谦卑的心，哦，安尼你学的物件才会侪啦。这就是代表的心情，赞，哦，来休困一下，咱来将这篇哦34篇最后做一个结论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来人生的歌诗篇34篇，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篇，关系到大卫一生中间重要的一个遭遇。所以不怪大卫，伊也感觉讲，咱拢爱来挖苦上帝。伊一句足出名的话在34篇讲，恁就爱来食看主恩的滋味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你爱去试看麦，都知影伊的水。都知影伊个好，伊讲一句话出自伊个内心，因为伊个一生实在是了解上帝的好，但是迄个好唔是顺利，迄个好在伊挫折、困难、目屎、痛苦、委屈中间啊，颠倒感觉讲哇，上帝就是真哩好，这个跟阿母同款啊，阿母吼，那想过好嘢吼，我看吼，迄阿母拢足紧离婚的呢，真奇怪呢，哦，我看迄个一挂明星吼，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唱歌的啦吼，迄奇怪吼。敢那亲像你若无离一个婚嘞吼，很难成为超级巨星嘞，啊！敢那亲像出名人拢都爱捌离婚啊，婚姻甚至讲两婚结婚结两摆三摆吼，哎、欸，真奇怪。但是颠倒迄个稳定的婚姻是常常是种足平凡的人，吼、哦，是安怎？你若有法度两个人经过足侪艰苦，迄、那个婚姻吼，迄、那个才会关系才会密切啦，啊，感情才袂散啦，因为两个人有法度经过困难。迄种个关系哦，无人通代替啦，无人通代替，迄个足亲密、足亲密的一种关系。所以代表到最后结论就是讲，恁爱来挖苦上帝，好挖苦上帝人何等的有福气，何等的有福气。所以这个34篇在伊个这个诗篇的
咱那个分类啦吼，分作多一类呢？迄训诲式就是讲，这边是提出来咧教人诶，哦，这边是提出来甲人教示诶，哦，透过这边的内容是有这个教育的意义在其中诶，这个训诲式。哦，教导这些少年辈啊，是讲教导这些人咧吟这个诗的时阵，这个歌词背后是有意义的，要将这个意义讲给因听，给因这个念诗的时阵，因的心灵、因的灵命会得到成长。哦，这是无同款的，这就是训诲师是有教导，是要提出来讲教的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有太侪物件是会通来学习的。哦，所以特别伊家己本身安尼看到讲。伊的人生经过这么坎坷、千变万化的过程了后，伊对上帝有这深的认识，伊嘛足唔盲讲，将来这细汉囝，也是讲将来这后代的这敬拜上帝的人，嘛会当甲伊有同款的体会啦。这就是伊的一个咱信仰的一个历程哦，一个共同的经历哦。像我本身嘛是安尼，我嘛是过去经过真侪挫折，啊，我再来在困难中，我在怀疑中，我对上帝是来投这个否定票的呢。但是后来经过这个过程，我才来捌上帝，所以我嘛会足期待，期待讲以后的人，我嘛期待我的囝，唔是讲真顺利，讲啊理所当然就捌上帝，我嘛足期待我的囝，咪当有伊的故事，我期待我的查某囝，伊嘛是有经过一段过程，伊去找上帝迄个过程，然后我最大的期待就是伊来甲我同款，伊嘛有找到，伊来甲我同款，伊嘛有体会到，因为种物件袂当代替，我虽然是因的老爸，我嘛袂当代替因啊，无法度啊。那是因家己爱用心啊，但是我的心中有足大一个期待，足大一个愿望啊，所以当然我都会将这个啊，我的节目啊录做这个节目带，将来恁妈讲啊，阮囝伊嘛大汉了，伊当看卖咧，恁爸的心声伫遮啦，但是我足怀疑吼，时间伊可能这 DVD 唔知甲等咧变数，是等咧变数烫吼，诶可能哦，我来留心广告，吼录咧几落百集安尼。可能讲这啥，这都丢掉了。这老师要创啥？我当时当初听阮爸念到这，不过听伊讲这個，哦，可能等到伊都无爱看，我唔知啦。哦，但是我是讲我的心情，我是足期待，我系足期待我的囝体会上帝比我也佫较深。我系足期待我的囝在困难中比我佫较勇敢，比我佫较坚强。我系足期待我的细囝将来因大汉了。因的体会，而且人生的经验是比我会当也佫较丰富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嘛唔甘呢。我嘛足唔盲讲，因是在这个福气的中间，唔免食伤济苦，所以这心情吼足矛盾啊。我想大斌呢，应该嘛是有这种啊矛盾的一个心情吼、哦。所以就讲啊，一切拢在不言中啦。恁就家己来试看卖就对啦。你家己来试，你就知啦。我要哪讲，我袂晓讲啦。哦，所以讲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哦，所以这是种无法度通形容的一种心情。所以代表就透过文字，啊，文字的好处就是讲，无论你几百年、几千年过啊，吼，文字背后迄个意义哦，拢也够得的啊。文字是当超越时间空间嘛，所以不怪上帝迄个十条诫命，上帝用写的，不是用录音的，不是用录影的，用写的。文字有伊的意义的咧。哦，文字文你经过多久了，那个文字只要人还要看有，人就有法度了解几千年前的想法。所以圣经也是用文字，不是用录影带呢。上帝不是留一个胶卷吼，留一个这个啊 DVD， 啊像留一块影片，讲叫咱用看的，不是。上帝留下文字，因为文字是咱人跟人沟通最好的一个工具，一个方式。所以代表透过文字，将伊迄个心情吼全写落来。所以写了非常水的一篇诗篇的三十四篇，所以这篇里面有真侪真侪拢真水的字句，吼、哦，讲哦，恁都爱来挖苦伊，吼、哦，挖苦上帝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啊！恁唔好只有拢挖苦恁家己尔，吼、哦，恁啊靠上帝，上帝来甲你开路。迄、那个过程的中间，投靠上帝的人是有盼望的人，挖苦上帝的人才是真正对伊的未来。看得到一个真美好的前途的人，哦，所以这是代表的什么声？这麦当公是一生中间，在最痛苦的时阵，所领受到一个最深的一个体会啊！所以用三十四篇，甲大家做来分享哦，亲爱朋友，当咱人生有困难、有挫折的时阵，你莫灰心，因为圣经里面所有这伟大的人物，包括先知以利亚，包括摩西。
包括阿伯拉罕，也包括咱今日所讲的大卫，这些人物吼，因拢总是经过真侪困苦，最后当然也包括耶稣家己。耶稣家己一生来到世间，也受尽了侮辱，和伊家己学生来出卖，啊，伊也捌人拍，捌落家己的故乡的人甲拒绝。伊讲先知在家己的故乡是无受欢迎啦，被人误会，无被人了解，伊是上帝的囝，但是人却无相信伊，甚至将伊钉伫十字架。这一切无应该发生的代志，拢发生伫伊的身上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你莫期待人生是伤过美好。人生的美好拢是附带的，人生的美好吼，拢是在痛苦中咱才体会到的。吼、哦，用安尼教大家互相来勉励，啊，圣经的话实在真好，啊，实在也讲未了吼。咱这部时间已经够啊，后一集继续收看《人生的歌》，多谢。我是到底生什么人呢？奇怪呢，有人讲我像爸爸，有人讲我像妈妈，啊，我是到底像什么人？我哪拢看无？嘿，老三啊，你看啦，看我到底像什么人啦？哦，你在看相片哦？来，我看卖咧。足歹讲个呢，敢唔像爸爸嘛？无啥像呢？你卖插啊，你就讲你像你家己就好啦。啊，你无意思啦！人哦，拢嘛爱生爸爸、生妈妈、生其中一个，啊无生阿公阿嬷嘛好啊。你透着生别人，迄生别人，迄是咱家己无自信心。哦，咱若想讲甲你学了讲，哦，你生做敢若袂输模特儿咧，咱若甲你学了讲，你袂输敢若一个电影明星咧，哦，咱就怀疑甲要死去啊吼。其实吼，迄是家己一个人自我形象足无好，只会想要讲我生别人。其实人伫世间，你生你家己上介好啦。但是哦，我也无出名啦，我生我家己无人捌我。他都一定爱人捌你啦，但这些人捌就较怎呢啊？哦，亲爱朋友，咱足些人拢足爱世间人拢总捌啦吼，敢若讲捌人，咱就真出名。啊，实在讲，你就算真出名，敢唔较幸福？啊，无一定啊啦，这甲伊无关系啦吼，所以你卖计较讲你生啥物人。人若甲你学了讲你生一个足水的人，你就欢喜；人若甲你讲哦，你生一个某某足歹看的人，你就足伤心。何必就安尼呢？有诚意无诚意，迄目睭生咧别人的身躯顶，迄人要安怎看？咱哪有法度吼？上主要吼，你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安尼了解无？原来是安尼哦。但是，迄个自我形象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解释我听好无？好啊，好啊。这自我形象在咱大学里面是足专业的课呢，即卖在社会上足侪人嘛咧讲，这叫做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就是讲一个人安怎看咱家己。你若看你家己的时阵，你有感受到讲我是一个足尊贵的人无？你有感觉讲我咪是非常 nice， 我是足好的一个人啊？啊无你若照镜时，你无感觉家己真古锥吗？那呢就是你的自我形象无啥好啊。我若照镜哦，我就感觉。哪像无像我遮高级的人呢？像我写作呢哦，世间无几个啦。哎呦喂啊！自我形象伤过头叫做臭屁啦，迄伤骄傲去啊啦。啊，咱卖讲世间无几个，就是讲你若咧照镜时，感觉讲我袂歹啊。迄、那个袂歹，毋是讲咱生做外表袂歹，是你讲看到我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这就是我啊。我有我的特殊，甲别人无同款啊。对吧，我有我的特色啊，我有我的尊严啊，所以咱人来咱照镜的时阵，咱呐肯定讲我甲别人有足侪无同款的所在，肯定自我，这叫做自我形象。哦，万一哦，我那是啊，真正朋友，我照镜的时阵哦，看起来可能真歹，但是只要我来肯定家己，这照镜的时阵，我那袂自卑感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对。完全正确，就是这个意思吼、哦。不论别人安怎甲咱看，咱只要咱家己看家己，上主要是上帝眼中的咱看起来足高举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敢知这个自我形象对倒位来？啊，就对老爸老母来啊。唔对，因为呢，咱这个老爸老母吼，这是用基因甲咱决定的。但是你有诚意，你无诚意，迄拢无关系。上主要圣经甲咱讲，咱人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按照伊家己的这个个性
来创造咱人，所以咱人才有人性，所以咱人个动物吼完全无共款。所以咱人有一个自我形象，是对对来呢，对上帝来。所以一个人若对上帝眼光看到咱的生命的价值，这个人才会快乐。啊，若无吼，就算伊个穿甲偌好偌好吼，迄拢无较抓啦。哦，意思讲哦，迄、那个穿名牌的人，什么迄 Prada 啦、LV 啦，迄其实哦，拢无较抓啦哦。对，完全正确。要靠这物件提升家己的地位，迄拢无较抓。上主要爱伫上帝眼中看到咱家己迄个尊贵的一个形象，安尼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咱今仔这部时间够啊吼。我后一集我来甲你讲，人甲精神都会无同，足大个无同，就是咱人有自我形象，其他的动物拢无。后一集你搁看，你就知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后一集嘛，一定要继续收看哦，拜拜。